不要这样子看着我，我这一生不佩服任何人，但到今天我才发现，我的心底里只佩服你。 哭苦的熬着，得到了什么？得到的只是生前身后的骂名罢了。其实。 输也罢，赢也罢，到头来不过是过眼烟云。你太放不下了。 公元1735年，雍正13年阴历8月22日深夜，雍正皇帝暴卒，年仅58岁。